我告诉你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人盯人，人盯货。如果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唱歌找我麻烦，我就先找你麻烦。你听见没有？谁呀？你往里闯？谁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二根。爹。根儿啊。爹。爹，我对不起你。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啊！你说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这可咋办呢？这是他第一次跟我借钱，以前他从来没有跟我开过口，所以我觉得奇怪呢。他这是要用扩张来解决困境。那不是走钢丝吗？姐，你帮我去总部看一趟行吗？你怎么不去啊，小欧？我得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厂长，厂长，我有事儿，回头再跟你说。哎，样品出来了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进口的设备还是厉害，参数一改啊，出来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太好太好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有了这条生产线。别看我们是个小厂，现在在国际市场上我们都是领先的。我大话不敢说啊，至少三五年，哎，我们厂没危机了，因为我们稀缺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你啊，干嘛你高兴呢？那这样吧，休息两天，给你放两天假。那不行啊，得趁热打铁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准备调拨资金，我组织生产，行吗？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啊。我保证会给你惊喜。我已经很惊喜了。厂长，哎，200万已经转到远方了。我们关上。哦。银行的人几点钟来啊？他们下午3点多。行。一会儿他们到了，你带他们去车间的时候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让别人看见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咱们抵押贷款的事儿，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没事儿。哎，那我去忙了。霍梅在哪儿？霍梅，他，哎，你不能进去！哎哎哎，霍梅。